我们跟佛陀学习的自称弟子，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，根本的老师，最初的老师。我们跟佛的关系，师生关系。这个要知道啊！只要把教育找回来，认真去办学，国家就有救，社会就有救。如果我们依然不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灾难什么时候先前？10年之后。就先前了。这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。10年我应该早不在了。我天天念佛求生净土啊。我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不过我知道呢，我是提醒大家。老祖宗东西都是好的，超越时空，这真理呀。